大家好，我又是李承铉。什么叫你又是李承铉？又是我李承铉。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台本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用拼音写出来的。其实我们看拼音都很溜，但我都没有办法说跟他比。他说他一直看了13年的拼音。是的，我跟我老婆谈恋爱也是用拼音谈的。说实话，你经历了这个同盟，大家相互融合在一起，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队长张晋哥，他就像我们这个大家族的爸爸。晋爸。为什么？因为晋哥他是很稳重的，他是像爸爸，是有很包容的这一面，然后我就是这个妈妈的角色，照顾他们的情绪上的一些东西。所以我们也是想要保持这个我们家庭一直走下去，这个就得靠我们1000个人的观众朋友们的火力制，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评审员的火力制。